足够小心，就会缩小触发机关的可能性。
天怎么黑了？遇到困难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哇，好吃的！哎呀，这小小的松子能有什么用啊？嗯，变换思维，阻力也可以成为助力。你就不要来捣乱了呀，天天，松鼠可以帮我们。哦，我懂了，去吧，小松鼠。吴天天，你不能白让人家帮忙啊。小松鼠这里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走你。带了好多松子。别跑，我一定抓到你。图书馆里不许养宠物。